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南韩女星蔡恩真17岁时出道，过去为少女团体 TWICE 的一员，目前与日模松冈莉娜、久保信奈等人组成女团 Girls Kingdom， 并活跃于香港。日前她拍摄杂志照时谈起中国与南韩明星收入的巨大差别。蔡恩真日前为杂志拍摄照片，曾在南韩及中国两地工作过的他回忆起两者收入的差距，表示在中国只工作了8个月就超过在南韩10年的收入。此话一出，掀起两面论战，有网军不客气的酸说是你自己赚的少吧，南韩当红偶像还是赚很多的，又是来捞金的，意图不用说的那么明显。但也有人认为南韩当红偶像也不如中国二线明星赚得多，两国的流量就不是一个等级的，明星靠的就是流量和博眼球度，中国13亿人粉丝是个庞大的群体。意外引起热烈讨论。蔡恩真长期在中国发展，翻摄自蔡恩真微博，蔡恩真曝中国赚8个月胜过在南韩待10年，翻摄自蔡恩真微博，蔡恩真的言论掀起讨论，翻摄自蔡恩真微博。